尊敬的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页，经本第十一页，从第三行看起，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我们先看到这一段愿文里头，这是第22愿，国无女人愿，和23愿，厌女转男愿，那么这两愿呢，属于同一科，所以我们一起来探究。每一次讲48愿，讲到这两愿的时候呢，我都要特别声明，现在这一堂课里头所讲的东西，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讲的，与我个人呢没有关系。所以啊，女生们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呢，找释迦牟尼佛，找阿弥陀佛去。那么我们来探究之后呢，你再看看这一愿看起来啊，怎么阿弥陀佛成了佛了，也那么样的重男轻女呢？所以我都特别声明，以下的话呢都不是我的意思啊。22，我作佛时，国无妇女。一句话说清楚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你要到极乐世界去还能够看到女人的话，阿弥陀佛就不取正觉。那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通通是什么人呢？前面大愿里头有一愿提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皆具紫磨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人，大丈夫相，那现的就是男人相。但是要特别声明，如果有男，那就有女。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大丈夫，不是我们十法界里头男女的男。因为如果是男女的男，那就叫相对，一相对起来了，那就是十法界，那就不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绝对没有相对。为了把话给讲清楚，绝对也跟相对对上了，所以没办法讲清楚。你说我们十法界有大就有小，有胖就有瘦，有美就有丑，这个叫相对。为什么能相对呢？十法界众生都是依着心意识而升起这种种的现象。所谓的心意识，第六意识起分别，第七莫那起执着，乃至于
四圣法界里头，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藏教佛、通教佛，而不是圆满佛，也没有离开这个新意识。啊，你看阿罗汉只是破了我执，他还有法执啊。啊，全教菩萨他还有尘沙烦恼，一直要到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叫入一真法界。课程里头我常常啊多次给大家提到的41位法身大士，41个年级的这些一真法界里头的大菩萨啊，这个是叫真的叫真菩萨了哈。啊，十法界里头那些菩萨呢是叫小菩萨，叫全教菩萨，这个叫十教菩萨。最低的初住位菩萨，他已经离开了十法界。但你说分别执着尘沙烦恼破尽了，也开始41品无明，他破了第一品，一破这一品无明，他就离开十法界进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的菩萨里头没有相对，没有所谓的大跟小、高和矮，没有。那么这个绝对没有相对，才真正是诸佛的境界，才真正叫自信清净心所流露的法界，所以称它为一真法界。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叫一真法界，那要到破一品无明啊，菩萨41个阶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这30个菩萨叫三贤位的菩萨啊。十地有10个等级，从初地到十地，这个叫地上菩萨，那么这样加起来就40。十地菩萨了，再往上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的身相无明破了，等于说41品无明通通破尽了，圆满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丈夫相是一真法界里头的大丈夫，不是我们十法界里头讲的现男人相啊。你要说现男人，那马上就想到有女人，它是相对，但是十法界里头没有相对。换一句话说，当你什么时候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哎，阿弥陀佛是男的，看看照片也像是男的。等你去到极乐世界亲自去顶礼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一看什么呢？就如同经上讲的，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那个时候你念头里头，你不会有一念生起来这个阿弥陀佛是男的。如果你还生起这一念阿弥陀佛是男的，那我告诉你，你走错地方了。你去的那个世界绝对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纵然我们待业
去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去到那边，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力加持，前面大愿讲的呀，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八地菩萨的境界，哪里可能还有分别呢？分别这个叫男的，那个叫女的呢？没有。那我们现在真的在十法界里头，你怎么去描述都没有办法去塑造一个佛的像啊？什么叫做大丈夫像？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这十法界里头，你一天在十法界里头，你就离不开分别执着。我们只能够从经典文字里头大概去了解什么叫做紫摩真金色身啊，三十二相，那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三十二种相好啊。那么至于佛的这个大丈夫相，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大丈夫跟我们六道十法界里头的男相绝对不是一个相，他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分别执着。那么今天我们塑造的佛像啊，按着佛的这个造像的经文来塑造，充其量我们今天塑造出来的佛像只能够看到庄严相，但是这个庄严呢，在十法界里头还不能叫满分的庄严。你看我们所供奉的这些佛像啊，我们学佛人一看这很庄严啊，啊，所以以后不要讲佛像很美哦，哎呀你看那个阿弥陀佛长得很帅呀，啊，这个用词不太恰当啊，以后你要讲哎呀这个佛像塑造得很庄严啊，那就对啊。那为什么说他这个庄严没有到满分呢？你要一万个人来看，一万个人都说他庄严，都生欢喜心，他就满分。但是我看的欢喜，或者你说我们只要是学佛的人看到佛像就欢喜，你叫不学佛的人来看，他就不见得是你的佛像很庄严，你的佛像我看得很欢喜。因为我们十法界里头谁在塑造佛像啊？凡夫在塑造佛像，凡夫也是凭着自己的分别执着来塑造这个像，所以他造的这个像啊，在我们世间法里头已经叫做顶呱呱的了啊！我们佛弟子个个看了都生欢喜心，但是还不叫满分。如果是佛的庄严像，那就不只是我们佛弟子，连外道看了佛的像都生欢喜心。你看佛到成佛了还要百劫修相好，用一百劫的时间来庄严他的相好啊。为什么庄严相好呢？这个相好能够度众生。世间乃至天人所有的人看到佛的三十二种大丈夫像，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那个才叫做满分的庄严。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极乐世界你能看到阿弥陀佛的报身，他就是这个满分的庄严相。相好庄严无等伦，白好婉转无须弥。我们没看过，也只是从这个啊寄送里头我们这样的去体会而已。那么当年法藏比丘周遍寻历十方诸佛国土，看到六道众生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有男就有女，
有男有女之后，大烦恼就来了。啊，你要问，有什么烦恼呢？什么都是烦恼。啊，所以既然有男有女的地方可以制造出那么多的纷争，制造出那么多的烦恼，将来我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那没有女人，通通都是男人哦。啊，通通都是男人，也有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当年设想的，所有来到我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要吵，你们不要想说你们能有什么相，你们的相通通跟我一样，我什么相，你就什么相。这样子没得争了吧？法藏比丘无量劫来修这个相好庄严，那佛的相当然没得讲了，肯定是好相了，庄严相了。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有没有百劫修相好？没有。你说啊，每一次讲的啊，过去生啊，什么供养四百亿尊佛啊，什么那个无量劫来的累积的善根啊，那个累积的善根跟佛的百劫修相好是不能比的耶。换一句话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修到像阿弥陀佛这样的三十二种大丈夫相。那既然没有，佛为什么又发愿，只要能生到我的极乐世界，你就跟我一样具足这样的相好呢？因为阿弥陀佛教我们求往生的方法太妙了。这几天大家读的这几愿求往生的方法啊，你看一直都在讲要一心不乱，要一向转念，要一心细念，要细念我国啊，通通都是讲的呢。你把心细念在阿弥陀佛就对了，心细念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心中就是佛。我们这个相是以报，以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什么呢？你的心是正报，心想什么相，以报就现什么相。佛菩萨的相，就是因为佛菩萨已经无我相，无我相不是没有相，不执着任何一种相，因为他不执着，所以佛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才可以现种种相，千百亿化身。六道凡夫有我执，你执着了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相，你就变不了其他的相。投胎到人道来，就执着这块脸就是我的相，哪一天变成一条狗，你又执着狗的那个身体是你的相啊，恶鬼他就执着他自己的那个相。所以六道凡夫都叫坚固的我执，分别执着。那么净土念佛法门给你讲，你临终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心中是一心，他心中只有阿弥陀佛，所以临终的时候是他心中的阿弥陀佛感应这一尊极乐世界的佛来接引你。那么有同学问，这个世间人造阿弥陀佛的像，你看各家各家造的不同啊，我去了很多寺院道场啊，我看到这些寺院每一个道场供的阿弥陀佛的那个像也不一样啊，跟我家供的也不一样啊。那他是烦恼了，那师父啊，临命中的时候你不是说要见到阿弥陀佛来我才可以往生，但是到时是哪一个脸相的阿弥陀佛来我才可以去呢？
看多了他又起烦恼了啊。那我给诸位说，临命中来接引你的这个阿弥陀佛，他就是你心中想要的像。那么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平时念佛啊，如果你有常常观看佛像的话，哪一个佛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落得印象最深刻，那么临终这个时候它起现情啊，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它反照出来。所以眼前现的这个阿弥陀佛，你说它是什么像呢？到时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一定知道，一看你生欢喜心，这个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阿弥陀佛。那么你生欢喜心，你跟佛走了，一切法心想而生。你心想阿弥陀佛的时候，当你跟着阿弥陀佛去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时候，你的相自自然然就变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心现心变啊！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讲的赵子昂画马变马的故事啊，宋朝这样的一个大画家赵子昂专门画马，他画出来的马栩栩如生，简直你看就好像是在奔腾的那个马匹一样，所以他画马出名。有一天他要画马啊，他要画一匹在地上打滚的马，所以他每一天就是睡在马寮，天天跟这个马生活在一起啊。马一有动作，他是全神贯注的看这个马啊，怎样动作，怎样打滚，看得真的是入了神啊。那么有一天他在午休的时候啊，他的夫人进到房间来要叫醒他，那蚊帐一掀开吓了一跳，床上没有赵子昂，他太太看到的是一匹马躺在床上，这一惊吓起来把床上的赵子昂吓醒了，再回头一看马不见了，他的先生睡在床上。哎，刚才我看到的明明是一匹马躺在床上啊，那个马哪来的？就是赵子昂，因为入了神啊，想得太投入了，所以他变化现成一个马的形状。那么我们今天净土念佛法门，要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个专念啊，那种专心就要专到像这个赵子昂一样，但是是专阿弥陀佛，不要去专别的，不要去专你的孙子，要看佛像专看阿弥陀佛的像。那你喜欢哪一尊佛像，你就看那一尊佛像就好了。那么临命中的时候呢，心想而生。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也跟阿弥陀佛三十二种大丈夫像呢？第一个是最少你有佛烦恼的功德，你有这个一向专念的这个功夫，所以你的相马上变。古人常讲相由心生啊，这个是真的。那么什么人看到了呢？有经验的人会看你的相啊，懂得看人相的这些人呢，他就会从我们的五官，从我们的相去看。那不是说相由心生吗？所以这一些看相的他有规矩。一个人呢四十岁以前那个相不准，为什么呢？他说四十岁以前你那个相啊是过去生带来的啊。那么既然是过去生的，我也不知道你过去生到底是修个什么，所以乱下定论的话不准。
四十年来你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头，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行为造作，就影响你的长相。四十年后再来看你的相，就能预测到你的将来。四十年后的那个相才真正是你的相，四十年前的那个相是父母送给你的，那个理论还是跟这个相由心生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阿弥陀佛不给争论，不要有男不要有女啊，去到极乐世界通通跟我一样，三十二种大丈夫相。那问题又来了，每个人都长得像阿弥陀佛一样，那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像吗？到时我又认错人了。你说虽然我们这个六道里头人道，虽然每个人都有眼睛都有耳朵都有鼻子都有嘴巴，但是呢怎么说长相都不一样啊，它就是有一点点差别，就算是双胞胎你看久了也会分别。现在好了，全部都像阿弥陀佛，我怎么去认呢？还没往生你就操一大堆的心，你忘了生到极乐世界，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通通具足，有这个神通你还叫认错人呢？没这个道理。所以不用操这些假想。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生到极乐世界都跟他老人家一模一样的相，而且这种相保证第一不老。早上我讲的，你在那边就算无量寿也不会有火车路。那第二不会病，后面讲的金刚那罗延伸。第三不会死，这样子才保证在极乐世界无忧众苦，但受主乐。那么这个是理论啊，道理讲完了，现在要回来讲事项上的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呢总是重男轻女呢？你看全世界所有的部落族群，几乎可以说所有，只有少数是注重女权的，其他绝大多数啊都是男尊女卑啊。你要问原因，你从生理，你从心理这两方面来看啊，生理就是指我们的身体，娘胎出来的啊，是男就是男，是女就是女。论相比之下，会不会感觉的男生的生理状态比女生好很多啊？你要说我不承认啊，不承认，至少我告诉你，我们男生不用生孩子。那虽然说我们男生啊都是从妈妈肚子里头转出来的啊，我们也感恩女生啊，但是至少怎么说，我们不用受这个怀胎啊。你看你们妇女生过的啊，你们比我更清楚了哦。那个十月怀胎，佛讲的呀，你可是一只脚踩在阳间，一只脚踩在阴间呢。现在还叫做医学发达一点，你看古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恐怖，是不是很残忍啊？哎，这一点我们男生躲过了这一劫，虽然我们也是娘生的，但是我们不用再去生人啊。然后从其他的这个生理，你自己去比较。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那么佛告诉你，没有别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今天受这个果报，那就说明了
我们男跟女，我们过去生的修因确实有不同。说的再真一点嘛，我们过去生男生修的福报、修的功德会比女生多一些，不是我说的啊。所以前世业因，今生果报，这是讲生理状态。再回过头来看心理，就是精神方面啊。那么讲精神这一方面呢，去除那些女强人啊，女强人那个呢不叫正常人，特有品种啊。我们讲正常的女性啊，女性呢感情丰富啊。我们不是讲一句话吗？天下最大的爱是什么爱呀？母爱呀。没有人赞叹我们父爱最大。你看同样是儿子生啦，功劳全部让你们拿光了，结果呢那个做父亲的要到外头去赚钱啊，辛苦呢。然后呢儿子生下来，你说儿子跟谁最亲呢？跟妈妈最亲，对吗？啊，也就因为跟妈妈最亲，有了这一层亲情的话，所以在心理方面，女生在这个感情、在情绪会比较柔弱。啊，最少可以这么说，女人的眼泪比我们多。啊，我想这句话大家不反对吧？啊。那为什么会眼泪比人家多呢？同样是眼睛一样大呢。那你真的要去找医生，为什么女生的眼泪比我们男生多啊？那么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的情感啊。那么我举着这几个例子，确实没有男女平等的啊。如果男女平等，世界大乱啊，不平等世界才和平啊。那不平等叫什么呢？男的该做男的事你就做男的事，女的该做女的事你就去做女的事，各按本分，各就各位。现在男女平等叫什么呢？你男人能做的事我也可以做，那我们男的人也不认输啊，你们女人可以做的我也要做。那你看乱了。今天你要从背后看一个像，你看他辫子绑得很好看的啊，身材又很好看的，大概这个是很漂亮的女生。当你追到前面去回头一看，满脸的胡子。这个就叫男女平等咯，是吗？所以说世界乱了啊，所以我给大家从生理、从心理这样一分别，大家大概得到一个概论。那么你不要怪释迦牟尼佛重男轻女，佛绝对没有轻视女人的这个企图。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啊。有人说佛陀轻视女生，所以当初僧团里头没有比丘尼，乃至于佛的姨母想要出家啊，释迦牟尼佛是出生了以后他的母亲就死了啊，到刀立天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童年一生几乎是他的姨母抚养长大的，所以这个姨母就是他的养母，你说那恩情有多重？他的养母来祈求出家，哀求了三次，佛才答应。那就因为这一桩事情，人家就批评了：“哎呀，你看你们释迦牟尼佛说圣人，还不是一样搞男女不平等？”我在这儿啊，要替释迦牟尼佛喊冤枉。今天
佛拒绝姨母出家这个公案是真是假还在争论中啊，这个我们不去管他了，等他们争论到有结果了才来告诉我们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可以说明的，就在经典里头记载啊，世尊最后临入灭大般涅槃经，一日一夜说这一部经，这是最后一部经典。这一部经典里头有明确的记载，记载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把他入灭的缘由说出来。原来释迦牟尼佛当年世寿100年，换一句话说，佛可以住世100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80岁就走了呢？有原因的，魔王波旬叫他走的。那佛还真听话啊。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对着学生们说啊，正果的圣人能够注视一小节，一小节很长啊，这一句话呢重复说了3次，弟子们哑然，不晓得怎么回答佛陀。连平时那个最聪明的舍利弗阿难也进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佛这样讲了3次，弟子没有人应他，默不作声。这个时候魔王波旬知道了这个问题啊，知道这个讯息，就跑来跟世尊祈求，你看你暗示你的学生说正果的圣人他的寿命可以注视一小节，但是没有人祈请你老人家注视一小节，佛随顺因缘呐，没有人祈请，那我就不注视。所以既然没有人祈请你注视，我今天祈请你老人家提早入灭。那为什么呢？你看你讲经说法那么多年，你该度的学生跟你有缘的通通都度了，你可以走了啊！我说的这个重点就在魔王讲的这句话，当初你在菩提树下修行成道的时候，我也曾经来祈请你老人家入灭，不要度众生啊，自己入涅槃去。你怎么回答我的？你给我说啊，我的法还没有传遍世间啊，我的四众弟子僧团还没有成立，等于说我的责任还没了，所以我不会答应你现在就入涅槃。诸位听住这句话，世尊刚刚成道，他就告诉魔王波旬，我的四众僧团还没有成立，那就表示什么？佛早就知道将来他的僧团有比丘，有比丘尼，所以佛怎么可能会重男轻女，而且还不让自己的姨母出家呢？啊，再回头来看今天我们末法，诸位啊，看一看我们今天佛门末法的现象，真的叫阴盛阳衰呀！论出家的法师，比丘是少得可怜呐，比丘你到处都是，对吗？啊，论在家的学佛人，你看，亲信士、男居士有多少？你明天早课，你看一看我们的居士、男居士有多少？2排都不满。我们女众有多少啊？难道佛不知道这个末法呢？佛门里头更多的女众，她的成就超越男众。那么如果释迦牟尼佛重男轻女的话，不给比丘尼成立僧团啊，那么因为有这个影响的话，末法以后女众要学佛的机会就少了，因为被排斥啊。
所以这个很矛盾。所以这说明了释迦牟尼佛不是重男轻女，一成佛他就知道自己将来要成立的僧团有男有女。还有另外一个更有力的证据，佛说法灭度经，那这一部经里头所讲的内容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预言，将来佛法运终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世间的佛教啊，佛门里头啊，修行人乃至我们比丘比丘尼啊，在家居士们到底是什么个状况。里头佛有一句话，末法的时候女人精进。诸位给释迦牟尼佛鼓个掌。释迦牟尼佛在法灭净经里头赞叹你们啊，末法时期女人精进啊。所以明白了为什么打佛七只有两排很难中啊。满意了哈，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重男轻女，只是当时的古印度的社会阶级还有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确实不利于女众。单就他的姨母要出家，不是佛看不起女生，佛是在那边起烦恼，女众要出家了之后啊，很多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做不到。像什么呢？当时的僧团比丘每天要出去托钵啊。那好了，你们比丘尼要出去托钵，老比丘尼去托钵就没事了、哦、啊，长得年轻一点的啊，那问题就来了啊，那就给僧团里头制造很多问题了。那个时候的僧团不像我们现在耶，住在庙里面呢。你看世尊那个时候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啊，后来有了比丘尼僧团啊，慢慢的他们住到金舍里头去。但是跟古印度那个社会阶级的严重重男轻女的那种状况，佛确实要想了很多天，要不要给他出家，要不要让女众出家。所以佛三次拒绝，不是因为重男轻女，是因为要想的我要怎样妥善处理好这一批比丘尼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修行方式，这些通通要想得很周到，那么我才可以答应让比丘尼出家。那不明白的人啊，就诬赖释迦牟尼佛重男轻女，你看一点人情都没有，养他大的姨母来出家还要求三次才肯给，那完全冤枉了释迦牟尼佛啊，都成佛了哪可能重男轻女呢。但是你看那个古印度不只是阶级分明，而且男女众的这个尊卑也非常的明显，所以佛也不得不考虑到周遭的环境。戒律里头有一条叫积贤戒，你没有犯错，但是呢处理的不好，旁边的人呢讲闲话，你让人家造口业，这个也是不好。所以因为古印度当时的这种种种状况，那么人家就误以为我们佛教也重男轻女，那是不对的。那么确实到末法今天呢，我们看真的是什么呢，越难得到的你越珍惜，男生尊贵啊，真的，你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大概是女众没有机会听经的，
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绝大多数是男生。这样子啊，你说这样的佛法传久了，容易得到的久了就不珍贵了。所以佛说末法时期啊，女人精进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求不到嘛，越是求不到你们就越想要，所以过去生你们这个求法渴望得到这个佛法，你们的这个缘种的深，所以今生投生女人，让你有这个勇猛精进的条件。那相对的，我们男生很容易得到，很容易得到就不珍惜，这都是过去业因，叫今生果报。诸位，一饮一啄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在啊。那么这个社会阶级，这个社会的状况，乃至于到我们今天现在所谓的新时代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尽管是西方社会再怎么个提倡叫男女平等，那只能够说顺他们意的就平等啊，那个还叫做有条件的平等，而绝对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众生所修的过去因不相同，你就是修有男生的因啊，过去生修有男生的因，你今生才来投胎做男生；你就是过去生修的是女生的因，所以你今生来投胎做女生啊。你要过去生修的是男生的因，你今天走错路了去投胎做女生，那你说你是什么个样子呢？如果你过去生修的是女生的因，走错路了跑到男生这边来啊，那就叫娘娘腔了啊。所以看看我们自己大概没走错路，该男的是男的，该女的还是女的。所以从业因果报上看，真的你这个烦恼就解决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六道的状况啊。今天我们回到阿弥陀佛啊，他要建立极乐世界了。既然男跟女有那么多的问题，过去生在因地修行啊，又这个又那个，又怕会走错路，所以干脆来到我的极乐世界，跟我一样皆具直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所以第22愿，在我的极乐世界不会有女人。这个女人是权巧对着男人相对而说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极乐世界没有男女的男，一真法界里头只有绝对没有相对。那么那个绝对就是大丈夫相。你一看这个极乐世界人的相，不会让你有意念。十法界里头因为有欲望，看到漂亮一点的就想入非非了啊，因为他这个相是相对的嘛，能够引发起我们欲望的。但是在极乐世界不会，那种所谓的庄严相，看了生欢喜心，生向道的心，这才是极乐世界的庄严相。那接下来又是一个问题，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我们女人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怎么办啊？啊，所以问题来了。结果啊，接着第23愿，厌女转男，佛把你们担心的问题回答了，解决了，今晚可以放心睡觉了啊。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就是指你们女生啊，今天女人念佛发愿要求愿往生，记住同样是得清净性发菩提心，
还是告诉你，女人要往生也要发无上菩提心，你没有发求出离的心，你去不了。那么这啦，我就要劝告你们女生啊，刚才不是说吗，六道轮回里头最难让你们放下的是什么呢？情执。情执不外乎两方面啊，两个方向。第一，父母对我们的恩，我们做子女的往上我思念我的父母，这是正常的。但是按一般常理来说，父母年纪比我长，所以他会先比我早走。轮到你七老八十了，你来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你的父母早就不晓得去到哪儿了，是吧？没了啊。那你还会说舍不得你的父母放不下吗？不会了，你都八十了，你父母难道百二吗？啊，所以往上这个父母的恩啊，现世你就已经把它解决了，问题就是往下。既然情执重，特别是感情啊，感情里头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啊，你们同意吗？好、哦，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夫妻的感情最重。生了孩子之后呢，夫妻的感情慢慢就浅了，啊，最后就以夫妻就变成是责任比较重了。然后你会把你的爱完全灌注到你的儿子。说穿了，就是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儿女亲情你放不下啊。往上他已经走了，往下不可能他比我先走嘛，是吧？啊，所以诸位老奶奶们，到哪一天你要往生的时候，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曾孙围在你旁边，眼泪滴滴答答的，请你不要走。我问你怎么办？你可以走吗？诸位啊，阿弥陀佛就叫你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就是离不开发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就是求出离的心。这个轮回太苦了，你们儿孙对我再孝顺，我要断气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要看通这一桩事实。所以这一次在讲戏里头，我已经不晓得多少次提醒你们老爷爷老奶奶们，爱孙子可以，不要爱到不想去。你要真爱你的孙子的话，你先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接坐阿惟越致，马上回来看你的孙子，总好过你去不了六道轮回，去投胎永远回不来。要哪一个自己挑啊、哦。那么既然发确定心，女生要求往生，第一个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处理好自己的情执啊。如果认为自己对恩爱眷属的情执特别重啊，因为你长期跟你的儿孙相处的比较多啊，相对的我们男生呢 啊大多数是你们是不是一回家就板着一个好像包公的脸孔一样的呀、啊所以儿孙看到你好像看到鬼一样啊、所以啊，男生在家里啊有尊严，所以儿子孙子不喜欢跟你谈话，他喜欢找妈妈，他喜欢找奶奶啊，这一找就糟糕了啊。还好这样的话，男生少了这份情执，恭喜你啊啊！现在来解决女生的问题啊，情执重你不能去啊，那么念佛念了一辈子，搞到最后不能去，不叫可惜吗？所以你要得清净的信心，
信什么呢？信阿弥陀佛，没有骗我，我只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随时都可以回来看我的儿孙。你要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你可以千百亿化身到十方诸佛国土去度化有缘众生，你对阿弥陀佛的这一愿你要有信心，然后同样是得发菩提心，发求出离的心。厌患女身啊，不是叫你做了女身之后天天照镜子去讨厌你这个女相，那你也叫自己找烦恼。怎么投胎就是女的，你想变吗？虽然现在医学很发达，变出来也叫妖怪啊！不要讨厌你的女相。那这里明明给我讲厌患女身啊，讨厌啊，这个厌跟厌离娑婆的厌同一个意思，不要太过去执着。怎样叫不要太执着呢？我教你以后呢少打扮，听好哦，我只是叫你少打扮，我没叫你不打扮哦，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可能不打扮。少打扮，那个脸呢尽量保持这个自然一点，不要老是那个漆啊一层一层的往脸上油。这个油上去呢，你看他的脸是一个颜色，他的景象是另外一个颜色，像人吗？所以爱美是女生的天性，但是现在不是要你要厌患女生吗？就是叫你不要太过执着自己的这个爱美的身相。所以从现在起，咱们女生念佛求往生的啊，该打扮的你打扮，要打扮的庄严大方得体，不是叫你打扮的妖里妖气的，以为我打扮成这样我就叫美耶。该老的时候就要承认老啦，什么年龄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你们比我更清楚啦。啊，不要衣服配不上年龄，人家一看哪一国来的妖怪。那你老是执着自己爱美爱打扮，特别是女生的一些习气，这些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男生不会知道的啊。这样一点你们私底下去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怎样去学，不要老是执着我们女生又怎样又这样又那样的啊，包括心理上啊，心眼小啦，嫉妒心重啦啊，感情脆弱啦，这些哎呀自己去解决就对了啊。总而言之呢，你现在是既然投胎做女人认命，但是呢不妨碍我求往生，所以佛跟你讲，你要以清净的信心相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那同样的我发菩提心，我不执着我今天这个女相啊，所以我就不会老是贪着留恋自己眼前的这个状况，发愿愿生我国。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保证你命中临命中念佛阿弥陀佛现前，你女人往生啊，神是从肉体出来马上进阿弥陀佛的莲花胎，去到极乐世界，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莲花一开看看一下男的。通通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你长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那明白了，不是佛重男轻女，而是一真法界里头他需要的就是这个相。如果是有男女的相呢，你就心不平衡了。那现在我告诉你，命中即化男子的这个男子是指一真法界里头绝对的，那没有相对的大丈夫相，他不是男女的这个相，那么你的不满就没有了啊。所以恭喜女生，女生佛给你保证末法你比我们更精进，
啊，所以末法念佛的女生更多。我可以告诉你，极乐世界你们比我们去得更快。啊，人家掌声很大声啊，我们男生争气一点啊，少没有关系，可以往生最重要啊。虽然我们少，但是我们这边有20个男生，我们就表演一个20个通通往生啊，那叫修行，也叫拿满分啊。啊，诸位，我们这样的来理解阿弥陀佛国务女人愿，愿女转男愿这两愿之后，那么女生就能够知道自己将来到极乐世界去是怎么个状况了。哦，那么再重申，以上所说与本人无关，阿弥陀佛。好，今天这一堂课报告到此地，谢谢大家。